大伯，你怎么回事？大伯，大伯，大伯，你拿到我们说话吗？你是哪里的？大伯，现在神志不清醒啊，我们先要赶紧送他去医院。对对对，谢谢服务的姐姐。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大伯，你怎么回事？大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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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
哎，老刘，不是说昨天晚上你要去大伯雷那里是吧？哎呀，大哥，要个老大去的。哎，想去啊？不是啊，去。哎，兄弟，哎，咱们哎，我想打听一个事啊，你们村有没有就是两姐妹还是两弟妹的，就是十多岁到20岁之间的，大概这个样子？前两天救了我老爸在那个水渠边那里，在水渠边那里啊？是啊，我好像听说有这回事哦。有啊，隔壁村的。应该是你们村的，不是我们村，隔壁村，不过也近，跟我们跟交界那地方是吧？有一个那女孩呢，叫什么花，听到哥叫她走吧。应该是，哦，金花，金花跟大哥林叫，对对对，那两个屌毛，是我们隔壁村，多少号啊？你知道？就隔了一条江，对面那边67号那边，啊，对对对，他们两个经常去水渠那边舀水的，哦，应该是他们两个。 他那妹妹叫金花啊，那个女孩啊，有点矮矮的，没有我那么高啊，对对对，比我矮一些，很漂亮的，就隔壁村是吧？是隔壁村，67号，你去问一下，应该是他家，左边过去就可以了啊，大概300米左右。哦，那谢谢了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们走路过去吧。好好好，来，好人有好报啊，人家过来答谢了不？老刘啊。 我们怎么没碰到这种事情啊？哎呀，那么多礼物是啊，刚刚礼物留好久了，我刚才想叫他给。这个马上你要给你去。哎呀，67号，这是哎哎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这老头子。哎，老爸是他们啊？终于找到你们了。哎呦，你怎么了？出院了，你清醒了。哎呦，终于找到，好苦呀。是他们啊？是是是是。 没有他忙了，现在我能都被鲨鱼了。谢谢你们，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是哎呀，那是举手之劳。我们那天，对呀，两姐妹去那里种菜，刚好看见你在那里。是啊。
哎，是这样的，今天呢，我特意带我老爸过来，感谢你们的。来，要来就来，带这么礼物，这礼物太厚重了。哎呀，小小心意，拿着拿着。哎，那个先进屋啊，先进屋，外面热。先进屋喝口水。对对对，啊，那行吧，那行。来，大伯来了，过门是客啊。来来来，大姐，来先进屋啊。妹呢？今天不去种菜了哦。哎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来，进来。杀那个土鸡给他。进来坐一下啊。来，进来坐，进来坐。哎，来，老爸坐里面吧。好。哎，我们家是这样的哦，就不要嫌弃哦。不嫌弃，不嫌弃，不嫌弃。家族报仇就这样。哎，老妹去拿点茶水过来。哦，对对对。哎呀，你们来都来来，带这么多。小伙子，其实我们家也同你们家环境不太，就差不多吧。哎呀。我们农村都是这样，真的是多谢你们来给地啊！喝口水啊！没有你们两个的话，我老爸估计要到新农村去报道了。啊、哎，说这种不吉利的话，我们那天刚好也是去种菜，所以看到举手之劳而已。太好心了。是啊，相当多谢，救命之恩，相当多谢。我跟你说啊，一般人见到他都不愿意救，像是你们这么好心肠的。现在很少啦。哎呀，我看到那里啊，实在是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呢。所以说我今天就特地带我老爸过来感谢你们了。哎，你们在家是做什么呢？我们在家就种种田，还有养一些鸡，做一点农活，还有平时出去做一点手工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多大了你们？我25了。那你呢？我也24了。哦，实在呢，在家里的话，种一点田，养一点鸡，赚不了什么钱，不如这样吧。怎么？哎，没办法。去广东做工，我何时呢，在广东那边开一个小厂。是啊。啊，去那边做工，学点技术也好啊。你看我们没有文化，从小就没得读什么书，所以做工那些人家都是要有文化、有知识的。那些我们做不来。放心，去我那个厂的话，学点技术，像是你的话，这么年轻、啊、去做个文员，一步一步来，有人教你们的。我教你。是啊，叫我老婆教都可以。不好吧？对啊，慢慢学就行了。我就不去了，你看我家就我跟我妹相依为命、啊，我就不想离开我这个家，我要照顾这个家，还有我哥，我跟我哥还要守着我们这个崇家大院呢，到时候走了就长满草了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呢去广东做工赚钱回来，我们重修建过，重修过，这样还好。而且呢，我就一个儿子，干脆这样。你都当他是你哥吧，好不好？不好吧，这样。是啊，不用客气啊。等于说，我多了一个儿子，多一个女儿，我们一家人快快乐乐过生活，你们多好呀！是啊，你看我老爸都是你们救回来的，他好吧？哎呀，这样子不好，我们也是。举手之劳这种事情，哎呀，我老爸都开口让你们做干儿子干女儿了，你们就对啊，年轻仔啊，哥你怎么想？不用多想了，都听我说啊，就这样确定了。老妹怎么样？我觉得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像样的家也可以吧。我们从小到大也是没有老爸叫的。对啊，那就这样，我们现在出发到我家那边住。到明天我们都直接去广东，好不好？要不我们今天晚上把这个家收拾好先吧，明天我们再去吧。对，明天我们下去的话，我们开车到你家门口来接你们两个。可以啊，没有问题的。那你们就先收拾好东西，好吧？好好好，可以可以。那就确定这样了吧？就确定这样子了。啊，哎，要不就留在我们家吃个鸡肉先吧。对，我养的那个土鸡。哎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明天我带你们去城里面去吃好吃的。哎呀，可以，我哥，我都没去过，好吧？那就这样了，我们先回去。哦，这样子，把这个你们这个拿回去吧。我们家，哎呀，不用不用，小小心意。是啊，啊，笑纳领上啊啊，这样子多谢你们了。先回去了啊啊，别讲了啊，慢走啊啊，好，再见。既然大家说了，那领上来看一下是什么东西。哎呦，怎么还有这个几万块钱在里面？不行，我们不能要这个钱了。把那个把它还出去，快快点，快快快！